如果你非常喜欢演奏二胡，那么你就一定要把二胡的滑音学好。为什么呢？大家请听我演奏的这一段音乐，如果你能看明白听明白，那么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。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戏曲色彩的作品，希望你能听出来这是我们国家哪一个地区的。抖音